这是你当年做羽林侍卫时用的佩刀，你还记得它吗？我还以为这把刀留在黑熊肚子里了。自从你离开了京城，每到下雪的时候，我都会在刀柄上镶一颗宝石。工匠说，再多一颗。 就镶不上去了。霍心，快！霍心，你喜欢我吗？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回答我？我只是殿下的侍卫，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殿下，那边危险！你别管我。霍心，看着我。现在你说，你喜欢我吗？ 臣曾想，一生一世都守护着殿下。从来没有人看过我这半张脸，但我不怕你看到。 白城和天狼国相距不过百里，随时会爆发战事，殿下不宜久留。我可以走，但我要你跟我一起走。我们两个人远走高飞，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只有我跟你。殿下说什么玩笑话？霍心不能在山里值守。 殿下与我尊卑有别，霍心不能一错再错。不要赶我走，请殿下永远忘掉霍心。
Nek Balam Yachehi. Swarga. Mesam Sayam Chinti. Prapit Amadeva. Hudla, Nahalaj, Hudlaya. Sina Kapta. Desia Hasia, Pasyatyata Rahuhusurium, Grasisyati Pata gave them Galam, Rajaputram Texamipam, Pratya Gachat. Mahara Hudiva, Mam Manda Pakyastream Patni Adia Roshni Namukatu Satagana Padiyati Sana Akachati Tam Aparandi. It's over. Tell what you could see of the Zadish.紧张，我请你吃好吃的，你还想害我不成？不是的，我想知道，姐姐是哪路妖，瓶子怎么都不灵了呢？我看你根本就是冒牌的，你连我都不认识。我真的是捉妖师，我家十三代都是捉妖师，一脉相传，如假包换。姑娘若不信，妖点为证。 什么玩意儿？妖典姑娘没见过？这是我祖传的，天下的大妖小妖老妖全部记录在案，天下仅此一本正宗捉妖师才有。那你给我看看，里面怎么说我的？妖形、法器、孽虫、走兽、鸟。
满满鸟，五色九头鸟，鸟身龙首。狮鹫，鸾鸟，精卫，凤凰。书里边没你，你可能不是妖。我怎么不是妖了？你我怎么不是妖了？你是不是妖？妖典里没你，就算你是妖，你顶多也就是只小野妖，时间短，没资格入不了册，业余的。你。干什么？你就是不够资格，你入不了妖典。你杀不了我，你不是人。不错，我是妖。你为什么要救我？因为你能救我，我触犯了妖界的禁忌，被困在寒冰地狱500年，好不容易逃出来，他们会随时抓我回去的。这关我什么事？你的心与常人不同，可以驱退寒冰。妖术，别在这装神弄鬼了，你就是那集市卖药的吧？我这瓶子里装的可是一只九霄美狐的断尾，这是祖传的，每逢狐妖经过，这瓶子就会发亮。霍将军，你如实告诉我，你府上最近是不是来了什么人？狐妖这玩意儿可会弄到你家破人亡啊！我亲眼看见他进了你的府上，骑着高头大马，戴着面具，这一经过我就……来者是靖公主，你不要乱说话。靖公主，公主来白城干什么？殿下既然这么喜欢霍星，